怎么了老公？怎么老公？我最近看没看你抖音没有更新的啊？你抖音没有更新的，好像没有更新了吗？要更新，天天更新。给我广告，给我给我我的。八十五年出来的那边是热心的姑娘，这边是卖房子中介，他们都是一些老年人，因此大马的现在相亲市场。当婚姻成为世纪难题，成为社会问题，这也是诗我写的。在整个的武汉，有很多这样的相亲市场，可以说一个月不同场地方都有。玫瑰的一号在这里，二号在那里。武汉市有很多这样的相亲市场。过去我们说男的当婚，女的当嫁，婚姻不是问题，但现在婚姻也成为社会问题。这是红山的一座山上。武汉是丘陵地带，有这样的小山。看一下，我可以说这是恐怖的相亲市场。年轻人上不起，失学。今天的新闻是，很多学生贷款上大学，他们交不起学费。年轻人失婚，中年人失业，孩子们失学。跟你们推广不好吗？这种心态不对，他们推广也不好吗？心意不能流通。这位老妈妈说话蛮奇怪，不让我拍视频，本来心意要流通。相亲市场有很多老年人，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人。我就不解释了，让大家看一看上面写的什么。有90后男士，87年的女人。那边是男士，男士这边是女士。周遭两口人记住了很多人。舞蹈老师，精密的身影，纷纷在摆摊设计。你这可以用这个号码加微信吗？未婚，但是要。
香精市场，观察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。宫崎站等车的都是老年人，香精市场也是一些老年人的主导。年轻人去哪里吗？但是刚才看到一个960的女孩子，据说擅长舞蹈，长相也很漂亮，也在这来相亲。房子好卖吗？好不好卖，大叔？不好卖。房子也不好卖。嗯。但是我们婚也不好结啊。嗯。他不好结婚就不卖房子，是不是？嗯。一样的。这个事情就没有什么难的，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。难找工作，难结婚，嗯，难生孩子，嗯，难上学。你们看，今天开学的时候，很多学生贷款上学。嗯。今天的新闻。嗯。大学新生贷款上学没有钱了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时代就没有简单的事情，没有容易的事情，都很难。丁字桥街道口，武汉的核心地段，繁华之地，满街失业的人，满街失婚的人。这里是宝通寺。宝通寺很多在里面求婚、求财、求业都有。游客朋友请仔细，乞讨算命不可信，假归途别上当。当人们不再相信人，都开始相信神。宝通寺。游客朋友请仔细，乞讨算命不可信，假发平安快乐享旅行。老人不是满天进行哦，是吧？游客，请大家不要相信。寺庙也是骗钱的机构。这是从前，人山人海的门面，现在也没什么生意了，就在梁子那里，很冷清的一条街。亲爱的朋友，欢迎光临我的频道，我是在从丁字桥相亲市场前往街道口步行。这里是武汉的繁华之地，看今天成什么样子了。这边生意平时当庄稼车，
附近很大个医院。最挣钱的单位就是医院了。中国人看不起病，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，没有钱就得死吧。气温还是很高的，中午就没什么了，现在快11点了，在天桥上人很少。看一下，这是武汉最繁华的地段，一条小路。看一下两边的车流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来到青岛，向你实时报道中国大陆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。这是9月11号的早上10点，在街景，这边一个豪华商场倒闭了，坚持了30年，终于倒闭了。亚洲贸易中心，它曾经是几代人的回忆。经济危机开始，他终于挺不下去了，倒闭了。人去楼空，这只是倒闭的开始，在未来还有更多倒闭的。这个奶茶店关门了。早上我们都上班去了吗？路上开始空荡荡起来。空旷了吗？车站也没几个人了。新开的商场在亚洲应该排列前几，好大的面积，但是现在也空荡荡的。老商场倒闭了，新商场也没什么生意。公共汽车的士等不到顾客，还是长条在那边等待。多么美丽的泡沫，它终究是泡沫，最终还在破灭。空荡荡的、豪华的、时尚设计的现代商业中心也没有什么人。星巴克咖啡，空荡荡的没有人。来，欢迎大家光临我的频道。2024年9月上午10点，从丁字桥香辛市场到街道口的步行，欢迎大家跟随我，真实报道中国。这里是中国武汉繁华的大马路。
开的都是些白发老。早饭老公，早饭老公。